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但是能成为朋友的少之甚少，特别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，能一直走下去十分不易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《朋友》就讲述从小就是朋友的四个男孩的成长故事，他们的友谊能一直坚如磐石，还是往事如烟呢？韩国釜山靠着大海，风景优美，这里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，他们追着满是尾气的车子，在烟雾中自由地奔跑。其中有四个小孩是好朋友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。袁瑞的老爸是黑帮老大，这使得小小年纪的他就敢为了朋友去打高他几个年级的人。东珠的老爸在殡仪馆工作，这让他内心有些自卑。荣赫有一双小小的眼睛，他说话逗趣，很是机灵。而山泰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，他学习努力，总是名列前茅。他们家庭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但是都当彼此是最好的朋友。荣赫的妈妈经常去日本出差，所以家里会有很多新奇玩意儿，也包括成人录像带。看完录像带的他们又去找同学买成人杂志上面的女人图片，他们一起懵懵懂懂地看见了性爱。有一次四人漂浮在大海之上，海浪轻轻地推着他们的身体。有人问，要是游泳冠军蔡奥伦和海龟比赛游泳，谁会赢？于是几人开始打赌，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那时候的他们真是纯真到像蓝色的大海一般。长大之后的他们都上了中学，但是几个人还是经常在一起。老师正在上课，但是同学们都答不出问题，于是老师就一个一个的教训。他会询问每个学生父亲的职业，然后痛斥学生对不起自己的父亲。但是有些言辞过于难听，使得东珠心里很是不满。老师扯着袁瑞的嘴巴问他父亲的行业，袁瑞说自己的父亲是黑帮的。老师以为他是骗人的，打得更加起劲了。他扇了袁瑞很多耳光，再把他推倒在地，用脚狠狠地踹。袁瑞受不了了，站了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老师，喊上东珠就走了，留下了目瞪口呆的老师不知所措。山泰为了参加袁瑞举办的聚会，精心地准备着，他其实是想见到彩虹乐队的那个女孩。山泰还小心翼翼地喷上香水，还把手帕放进了口袋里。他和荣赫到了之后，屋子里都是人，彩虹乐队的女生，还有一个叫多路的人，他是袁瑞的小弟。他们放着摇滚音乐，抽着烟，还说着露骨的话。袁瑞给大家介绍山泰，说他是个好学生，然后不屑地抽出山泰的手帕，这让山泰很是局促，觉得自己被嘲笑了。他立马站起来，嘴里说着脏话，气愤地关掉了音乐。来到天台的袁瑞问山泰想要哪个女孩，山泰羞涩地问，坐在袁瑞身边的女孩子是不是他的女朋友。袁瑞笑了笑，到了楼下把真叔叫了出去。两人独处一室，山泰有些紧张，于是他弹起来吉他。他那种害羞又正经的样子在真叔看来很是可爱。真叔看着天真的山泰，主动凑上去，慢慢地亲上了山泰的嘴唇。木讷的他一动不动，但是心里早已汹涌澎湃。喜欢上真叔的山泰可以为了他放弃之前好学生的形象，可以等到老师走后悄悄逃课去和他溜冰。而溜冰场中则有一个男生出言不逊，挑衅真叔。山泰冲上去保护他，但是被对方逼到墙壁，还被嘲讽脖子上戴着领巾。袁瑞突然出现，他狠狠地踢了对方一脚。敢为兄弟出头是袁瑞从小都在做的事情。四人又来到天台，荣赫搞笑地说着自己被姑妈撞见，自己打手枪，骗他自己手上的东西是美容液，还往脸上拍了拍，大家被逗得很开心。之后四人去了电影院，里面全部都是学生，还遇到了上次溜冰场的那群人。山泰被他们围起来大打，荣赫马上回去找袁瑞帮忙，可是电影院里面的人大多都是对方的人，他们四个被堵在楼梯间无法逃脱，几人都被打得很惨。山泰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于是倍感自责的他深夜悄悄拿了家里的钱，便要离家出走。另一边的东珠始终忍不下那口气，他拿着棍子就在学校释放自己的脾气，他敲碎玻璃，敲碎放奖杯的玻璃柜。最后因为这件事情，东珠和袁瑞都退学了，荣赫转去了新的学校，山泰只是被停了学。天台上袁瑞很伤心地诉说着自己母亲的去世，要是曾经有一个人对他严加管理，自己也不会误入歧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他希望山泰不要学他，应该回家。远处是灯火通明的夜景，
元太对着天空放肆地大喊了一声，四个人就这样走上了各自的道路。转眼之间，山太和荣贺都上了大学，他们俩打听到了元瑞的住所，便要去拜访他。元瑞过得很是糟糕，他染上了毒瘾，自己的父亲也不给他钱，怕他去买毒品。寒冷的冬天，他就只裹着一条毛毯。还有就是他和珍叔结婚了，但是珍叔并不幸福，他会对他出言侮辱，甚至是大打出手。元瑞请求山太带他出门买贺卡，因为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。他们两个共用一件羽绒外套，在寒风中紧紧地靠在一起。元瑞希望自己老了之后，山太能送他一辆出租车，毕竟黑帮不能混一辈子。山太觉得元瑞说的话很奇怪又飘渺，但是为了安慰他就答应了。而东珠想在黑帮上位，就帮人坐牢了，但他很快就加入了立山港这个黑帮。进去之前，他的老大跟他讲了很多道理，最后给了他一把刀和一张钱，暗示他在黑帮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金钱和武器。之后元瑞的父亲去世，只有东珠一个人前来吊唁。那天晚上，两个人坐在地上诉说着自己心底的事情。东珠说，因为自己父亲在殡仪馆工作，遭受了很多人的言语侮辱。当他告诉元瑞自己已经加入立山港后，元瑞很是惊讶地看着他说，立山港不是黑帮，他是无赖。但是东珠宁愿做那些违背道德的事情，也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职业。东珠走了，元瑞在那里孤独地坐着，两人就在这一天越走越远了。几年之后，元瑞已经成功戒毒，成了黑帮老大，山太也服完兵役，他们在路上相遇。多年不见，但是始终心里挂念，两人都很开心，在烧烤店里聊起了自己的近况。山太就要去读研究生了，元瑞也为着自己的黑帮事业多奔波。现在他混得不错，手下有很多小弟，他还精心地管理着这些人，让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黑帮成员。酒醉之后的元瑞硬是要背着山太回家，他说自己等了很久才能背上山太，还告诉他朋友之间不需要言谢的。他真的很喜欢山太，把他当做了最好最好的朋友。但是元瑞和东珠的组织是对立的，有着利益上的纠纷，两人虽然不再亲密，但是也一直保持着和谐的状态。元瑞还找到东珠，邀请他去参加聚会，聚会上荣赫和山太都会来，但是东珠还是没有来，他和父亲又闹矛盾了。在聚会上，荣赫和山太在那里聊着天，喝着酒，元瑞站在中间深情地对荣赫和山太唱着歌。这样相聚的日子他期盼很久了。东珠为了上位出卖了自己的大老板，老板在桑拿室被抓了，东珠走的每一步都是踩在刀尖上的。在一个大雨倾盆的雨夜，有人派出小弟要暗杀东珠，可是机警的东珠没有睡熟，狠狠地反击了那些人。他问是不是元瑞派他们来杀他的，但是就算怎样折磨他们，那个人都没有说出实情。但是东珠已经认定了元瑞为了利益出手害他的，他心中已经充满了仇恨，所以他带着自己的人血洗了元瑞的组织，他用刀子捅进了一个个人的肚子，手上沾满了鲜血。他质问那些人元瑞在哪里，元瑞在训练黑帮新生，他在讲解如何用刀子杀死人，应该怎么才能让对方死得更加痛苦。元瑞不知道的是，此刻他的兄弟们就惨死在了东珠一帮人的手下，连一直都跟在元瑞身边的多路也被杀死了。眼看着自己的好兄弟变成如今的仇人，元瑞很是悲愤。在家里收拾东西的他偶然翻出了一张过去的照片，上面是他们四个人，曾经的他们在一起过得多么开心，如今却物是人非，彼此分散了。这让元瑞内心十分挣扎，他不明白朋友究竟是什么。直到想起来老师黑板上的话，朋友是长久亲密的关系，那么现在自己和东珠是不是已经不是朋友了？他心里还是不舍得的，但是又对东珠的作为很是气愤。最终元瑞还是没有选择报复东珠，他对自己曾经的朋友干不出那样的事情，于是他约了东珠，希望他躲避风头去夏威夷待上几年。东珠反问元瑞为什么自己不去待，元瑞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答应了。随后出去的东珠准备去机场给山太送行，但是突然冲出来几个人死死地抱住东珠，用刀子插进了他的肚子，一个小弟向他的肚子上捅了无数刀。弥留之际的东珠说已经够了，他可以走了。这一天也是下着很大很大的雨，东珠的血染红了雨水，
几年之后，山太回国了，荣贺告诉他当年发生的事情，东珠死了，然后元瑞一直在逃亡。这两年元瑞过得很是不好，他东躲西藏，直到他终于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，他在夜总会里喝酒打人，最后面被警察逮捕了。或许这样安定的日子才能平复他挣扎的内心。进了监狱后，荣贺一直在为元瑞奔走，他们打通关系，只要元瑞不承认自己杀了东珠，他就不会被判刑。可是审判当天，元瑞认下了所有的罪行。山太之后去探视元瑞，他们隔着铁窗沉默了许久。元瑞抬起头来说，朋友，最近好吗？低着头回答的山太说，好。他的双眼早已噙满了泪水。他们开始谈起了家人。最后面山太问元瑞为什么要承认罪行，他知道东珠不是他杀的。元瑞自己也很困惑，可能真的是朋友的羁绊让他不得不选择认罪。临走之前，元瑞回头用手狠狠地拍向铁窗，山太也隔着铁窗贴着元瑞的手。他们虽然隔着一层不可跨越的界限，但是彼此的心是紧紧相连相吸的。影片最后回到了四人的儿童时候，他们一起游回岸边，那时候的他们天真无邪，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受到任何羁绊与污染。电影到此就结束了。《朋友》这部讲述友情的电影很是深情了，片中既有反目成仇的设定，也有永不变心的感情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，友谊是很复杂的情感。我们或许能够永远地拥有它，但是也会因为一些利益冲突，就会一不小心失去它。珍惜那些得之不易的友情，那将是混沌迷茫时候的微弱光明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，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